看我这个模样啊，我这个戳哥，什么词儿的叫？言谈举止，一弹指一挥间，你看我像一个干什么的？就您这个戳哥啊，嗯，我在这儿不好说。哪儿好说？北京火车站送您两个字的口语。站长。小偷。什么叫小偷啊？我知道你干什么的。小偷有长我这模样吗？啊，长这模样糟践。不是小偷。啊，那不如小偷了。我是一个什么呀？戏子儿。戏子儿。嗯。我瞧你不像。那我像鸡子儿。什么叫鸡子儿啊？什么叫戏子儿啊？唱戏儿的戏儿曲工作者。戏儿曲。您呀、啊、您把那舌头捋直了说啊。捋直了。戏曲。对了，你认识我吗？我不认识。你怎么了你？我这么有名，你不认识我吗？你要现形是怎么着你？你这干什么呢？这生了是怎么着？你是？你不认识我？我凭什么我认识你啊？我在京津上这么有名，你没听说过我？您在什么上？京津上。京津上。京是哪儿啊？北京。京。天津。上。上海呀，你怎么了，老宝贝儿？小宝贝儿，那叫京津沪，还京津上，无所谓呢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有所谓。京津沪谁呀、啊？我，你最有名。当然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不是，您说您唱什么戏的？京津沪的，京剧儿啊。您说什么？京剧儿啊，国粹呀、啊。咱要脆的咱就别唱了。京剧国粹。国粹。你呀、啊、我给你提个人吧。哦，提人都认识您了。对了，提谁呀、啊、小智子。我知道大痦子。小智子。什么叫大痦子呀？说什么叫小智子呀？魁智子。于魁智啊。你呀、啊、于魁智。你看看，准知道不认识我吧？不是，拿我当于魁智了。哎，这不你说的于魁智吗？我不是于魁智。那你是？我给于魁智蹬三轮，这多少年了？你算算吧。哦，蹬三轮没多少年了，你算算吧。谁蹬三轮？你不是你给于魁智蹬？你哦，我是包车的。于魁智蹬我的三轮。于魁智，哦，你叫三轮。非得骑着我是不是？不是，就瞪你三轮。于魁智啊，有一毛病。什么毛病？坐车运车，坐船运船，坐飞机运机，你知道吗？逮什么运什么，他只能蹬三轮上下班。我有一三轮啊，蹬我的三轮，我们关系好着呢。那么大艺术家买不起三轮，蹬你的得。对了对了，哎呦，哎，我也是唱戏的。哦，你们是同行合着。对了，最早啊啊，北京城有一科边科班，您说清楚了。有一科班儿，什么词儿的叫科班儿？对，科班儿。我还说什么说什么？怎么了？大国庆吗？弄死我！非得国庆弄死你啊？那么高兴啊？有一科班儿叫妇联城。哦，一共七科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识数吗你？嘴里说的跟手上比划不一样啊？怎么不一样？七科是这么比划，您说的这是九科的，这是九，你比划的九啊，这是七。手癌。哎，手癌呀，食指癌，没听说过。七科，我谁手那么平了？怎么？哎，办了七科。哎呦，喜连复盛世，元运庆生平，这么七科。你还是不识数，知道吗？这是十科了，就办到七科。哦，后三科是没办，没往下办。哦，庆生平，其实呢，继续办下去了。哦，还是办，转入地下。哎，地下潜伏了。
哎呦，这国家还管是怎么着？又续了七颗。这是续照相机这是？续七颗是？这是七十七，续了七颗。哦，后续七颗叫什么呀？一场不看都难受。哎呀，后续一句广句词儿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哦，后续七颗。对了，那您是后七颗的？当然了。那您是哪个字儿？步子科。步子科，那您叫步群？那贵姓？月。谢谢。好。月不群，熟悉我吗？讲京津上知道吗？不是京津上的事儿了，是金庸迷都知道。哦，岳不群就是你。岳不群就是我。啊，真年轻还。那当然了，我唱戏好着呢。您最早我是唱老生的。哦，您是唱老生的。对，老生就男同志啊。哎，哦，后来我改青衣了。哦，后来就改旦角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在男与女之间这个感觉我找的，哎呦喂，您是痛苦过。好极了。是，也就您找得着这感觉。那当然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在座的男同志们，你们刮胡子是不是用的吉列风速三？啊，刮胡刀啊。我不用了。什么风速我都不用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您用一回就彻底了。哎，我唱得好极了。哎，是是是，京剧。哦，京津上。岳不群就是我。哦，您就是岳。不是，咱话说回，您老说您有名儿，我也没听您唱过。不光你没听我唱过。你怎么这么激动啊？你们后台 N 多个演员都没听我唱过。哦，都没听过。那天我上你们后台去了啊，你们后台有一人臭不要脸。不，你等等等等，我跟他差点打起来。等等等，什么叫有一个人臭不要脸啊？别动！哎，哎呀，怎么来着？苍蝇飞了。苍蝇压根儿你也打不着啊！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，小子。嗯，你甭废话，你这这，你打我听不惯。什么叫后台有一个臭不要脸的呀？后台臭不要脸多的。你点名道姓说哪个？就那个最臭不要脸的。怎么臭？最臭不要脸好几个呢？哪个？说，就那个。你说出名字来。小刚。小刚啊？谁啊？大德。大德。郭仔。啊，肥肠呢？你敢说出来吗？怎么了？你敢说出来吗？郭德纲怎么了？哎呀，怎么了你？臭不要脸！我说的就是他。啊，你是有孩子不顾了。那天上你们后台来啊，他在那坐着呢，坐着不拿正眼瞧我啊，不一定瞧得见你。来啦！哎呦呵，不是来了。哎呦，干嘛这么横啊？你要干嘛？你要疯啊你？好意思说人家吗？听说你是唱戏的，啊？哪天给我们唱一个？给我们唱一个？你倒霉模样，你看看。一贯这样。唱一个啊！冲他这句话怎么样？我唱一回。您就近，不就是唱戏吗？好啊，北京有一个长安大戏院，有没有？有。真有吗？梦呢？有有啊，我就在那儿唱戏。那好，那是戏窝子呀。找他们经理啊，找经理。经理你好，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好，我叫岳不群，我是一个唱戏的啊，我要在你这儿唱戏啊。他一听这个害怕了，说害怕什么？哟，这位师傅，这位师傅胡子知道吗？那什么，我先做一个介绍。哦，经理介绍，我叫二中。哎，啊，二中，二中。哦，我复姓令狐。哎，那，啊，叫令狐冲呢，叫还二中还，你真会拆字儿，你是二中。他看见我害怕了。废话，你的师傅。你要在这儿唱戏啊？太好了，唱几天呢？啊，两天。哦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。我唱两天，两天啊，定好了啊，嗯，我走了，走吧。刚到家，手机响了，
我来电话，有铃声啊。哦，您都听什么铃声啊？好听极了，是吗？你学学啊。哦，您学怎么听听？真情像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。等到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我问问您啊，您说您这歌叫什么名字？一剪梅。您还是，哎，这书里有出入，书里说的是刀。我一瞧啊，二中来电话了啊，你徒弟，这我得接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二中，干嘛呀？那什么，师傅，您这礼拜就别唱了。怎么不让唱了？我一看这个日程表，小鱼子要在这唱戏，定好了都。小鱼子要在那儿唱戏。哦，于魁智要在这儿唱。不是于魁智，不是小鱼子吗？佩仪，王佩仪。嗯，上海京剧院女老生，唱的怎么样？好啊。屁。这跟唱有什么关系的？屁、嗯、她是个女同志啊，她唱男同志，那怎么了？我是个无所谓吧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不露脸，这好家伙，不让我唱了，啊、不让我唱，行，怎么着怎么着，我换个地方，换个剧场就完了。哎，北京城有一个保利剧院，有没有？哎，有。您这蒙劲是不小，谁蒙啊？就是保利剧院，保利啊！我要在那儿唱戏，找他们经理。我经理，我要在你这儿唱戏啊，唱三天。我加一天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唱三天啊！咱定好了啊！我这就回家，到家以后我就写海报。哎，您等会儿吧，您这么大腕儿，您搁下，自己回家自己写海报，生动。那是人家剧场管出海报，他写的不好，我自己写，写的生动，写的好。哦，那您文化肯定高啊，那是。当然了。你说这个怎么这么模样？注意听啊！哎，听这句，我是这么写的啊。重要的通知，哎，这村里开会呢，这。敬爱的、亲爱的戏迷的朋友们，哎，您等会儿吧。戏迷的朋友们，你知道人家听不听啊？对的。还知道。敬爱的、亲爱的戏迷朋友们，哎。注意了，那叫还是开会。著名的京剧的大个儿的表演艺术家，也不是哪儿大个儿的，管着吗？岳不群，括号啊，你性别无所谓了啊，您就把这括号抹了就完了。对，抹掉，抹掉。哎，要在这儿唱戏，什么叫这儿啊？哪儿？保利啊，你写保利不好吗？那生动啊，生动啊！哦，这俗语这儿哈。对了，这儿哈。啊、哦，那哈还不会写啊？写一拼音，呵哈。哎，您这是单一体系，这是。要在这儿哈唱戏。哎呀，这儿。岳不群的戏怎么样？唱的真是好极了。您这词儿水不水呀、啊？生动，这什么生动啊？这唱的特别的好。阿、啊、佳，不会说别的，他啊，自小学戏，学戏，现已成精，现已成名。差点实话说出来，唱的真是好极了。咱说点别的行吗？无比的好，无比的好，唱的很生动。哎呀，底下有我的简介。哦，您的简介还有。岳不群，生于一九几几年，至、啊、哪年、啊？您挑一日子。抹掉。您这海报净擦了，知道吗？不写了。哎哎，底下有日期。哦，写这个唱戏的日子吧。五六天。括号、哎、二
三天。您先等会儿，您这前后都不对写的。怎么不对？五六天后边还三天，您这五六天是两天。五六天？五六天是两天啊。什么两天？三天是五六日。我讨厌那个字儿。咦您还是放不下。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，哎好，括号啊三天。您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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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写三天就完了，干嘛还啊三天？有用啊？这有什么用啊？感叹呢、啊、你报你海报写感叹管什么用？大海报往这一贴啊，有一路过的路人甲往那一站，还路人甲念这个海报，岳不群的戏那唱的真是好极了。五六天括号啊三天，啊三天，他念出来了啊。旁边有一个买菜的路过这儿，什么什么就啊三天，走过去一瞧，啊三天，有骑自行车的一听，啊什么什么啊三天，走过去一瞧，啊三天，这就仨观众了。您这观众挺算喊来的啊三天，有用啊。我拿着等找观众。当然了，哎呦，底下有三出戏码啊。您三天什么戏呀、啊、三天哪啊，头一天，头一天最底下有那个票价，知道吗？哎喂哎哎哎，你等会儿，三天戏码没说呢，头一天什么戏呀、啊、有必要吗？还废话，演出的剧目你得告诉大家。都过去了，别过去，你说说。行行，朋友说啊，五加皮。哎您还喝药酒呢？什么药酒？五家坡，五家皮呀、啊，五家坡。哦，五家坡。哎，二出呢？第二出。嗯，色狼探母。哎，这戏您来得了吗？那是真挑战啊！那是找感觉吗？找什么感觉？色狼探母。四个色狼。哦，您不演这四个色狼是吗？怎么四狼？四狼杨四狼杨艳辉。哎呦，知道了。四狼探母。哎，还一出呢、哎、底下有那个票价，知道吗？对，你等会儿还一出呢。第三出。第三出。行啊，干嘛？我跟你聊，我跟你干嘛呢？别对付，说出来。第三出戏码，不要触碰我，知道吗？你们记性我都忘了。第三出啊，忘却了。哎、您自己写啊，都能写忘了，不允许吗？您这玩意儿，您也忒喇叭了。我问问您，嗯、您那个第三出这戏有什么字儿或者？我就记得有一什么、啊、什么套，哎，什么套套，就我问问你啊，嗯，您这戏几个字儿？仨。套是第几个字儿？第三个。您真敢挑战呢？不是又怎么了？这什么戏呀、啊？这是？啊，什么套吗？不是，你等等，我问你，这戏里有什么人物？你跟我说说。啊，有一个，窦尔根。哎，窦尔根，蓝脸的窦尔根，蓝脸的窦尔敦，窦尔敦，连环套，对，连环套，套，不是套，对，连环套。哎，对对，哎，三出戏码。是，底下有票价啊，多少钱？让您说，我订票价，订多少钱？咱先说说这王佩瑜多少钱？380。哎呦，这可不便宜。这还贵？哦，不是，对他来说不便宜。您订票价？嗯。您说我订多少钱？您征求我的意见。嗯。哎呦，这个我不是您什么底价啊。嗯。我这么一说，您这么一听。嗯。您反正我听啊，您说啊，我觉着咱们定的别太高了，嗯，也别太低了，嗯，20块钱一张票，完了呢把这个座都拆了换成沙发，观众进来呢往沙发上一坐，
给端上茶，端上点心来，完了那个配一个足疗师捏着脚，完了您在台上这儿唱戏，后边大屏幕能放阿凡达，我就不信卖不满。你疯了吗你？那我知道你卖多少钱，后边放阿凡达谁还看我呢？俩根也没人瞧你。不是二十，多少钱？不论前后排啊，一律一千块。什么？一千块？不论前后排，一律一千。当然了。哦，你比大德黑多了。他够黑吗？反正小黑胖呗。海报贴出去，各大网站、各大电视台、各大广播电台，全都是我的广告。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戏迷，全都上北京来了。哎呦呦呦，全都来了。是吗？石家庄省知道吗？你别动我。石家庄省戏迷朋友太多了，都上北京来。您再说一遍，石家庄什么？你说呢？我说得着吗？您石家庄什么？是吗？什么叫是吧？是不是啊？是，哎，石家庄是。对了，哎，石家庄是好家伙，戏迷朋友太多了，哎，都上北京来了。怎么来这儿的吗？京石高速不行。这不，您等等，京石高速怎么就不行啊？啊，京石高速怎么就不行？我就问问你。不行，不行，怎么行？你有病啊！你有药？不是你说的京石，我说京石高速，你说不行，不行，拿步行走，那叫徒步，还不行。徒步，你是不行，你以前行，不行，都上北京来啊！好家伙，武汉走着来，当然了，武汉戏迷朋友太多了，武汉是戏窝子，当然了，都上北京来，怎么来呀？坐火车啊？对呀，火车站人头攒动，人都太多了，哎呦呦，都上北京来了，是吗？火车站站长吓坏了。怎么这么多人呢？都干嘛去啊？我们要上北京听岳不群唱戏，岳不群唱戏2-3天。我都是精神不太好的。火车站站长一听啊，2-3天呐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站长神经病呀，他也要来啊，都坐火车，是坐不下呀？怎么坐不下？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什么主意？加急儿。火车怎么加急儿啊？以前那个火车一列火车24级，现在48级。您等等吧，48级。对了，那一个车头拉得动吗？后边弄一车头推呀。哎呀，那发2趟不好吗？那我知道，倒不值呢，还值不到。我知不到，我。人家随便发呀！哎呀，您就别随便说了。火车坐不上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大飞机。我们大飞机，坐大飞机。哎呦呦呦呦！好家伙，飞机场人太多了。是吗？飞机场厂长一瞧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你等会儿，都要去干什么？你飞机场厂长？那管开飞机吗？那个？那造飞机呢？是飞长？没有飞长，干嘛？最次的也得是什么呀？知道吗？驾驶员，行，机长，你甭管什么长，反正他吓坏了。长要去干什么呀？我们要去听岳不群唱戏2-3天。哎，什么岳不群唱戏？2-3天，我也去。哎，去吧，都上北京来了。是，我这么跟您说啊，武汉3天空了。哦，你比日本人厉害多了。都上北京来了。对，这是武汉。是吗？上海啊，这是沪门。好家伙，沪门都
就上海就完了，就是沪人们，哎，哎，也爱听戏啊。嗯，好家伙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上北京来，嗯，坐火车，坐吧，坐火车，人太多了，哎，怎么办？多发两趟。哎呀，多发两趟，但是还是坐不上啊。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大飞机。那飞机都坐得下？坐不下呀。飞机坐不下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厂长说了，嗯，这个别厂长，机长说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嗯啊，坐不下，我也想去听岳不群唱戏，人家唱啊，我也想去，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想出一好主意，人说飞一个，低了一个，哎，飞一个，低了一个啊。我这玩意儿怎么弄？这玩意儿省航线，哎，省油。哦，省航线省油。对了，飞一个低了一个。对了，我问问您啊，您说谁先起的飞呀？嗯，底下那个吧。要是底下那个起的飞呀，这叫飞一个驮一个。我知道。老家哪儿的？反正是飞一个低了一个。哎哎，满天的上下铺，这是省航线的。哎，这好家伙，全中国的大飞机都上北京来了，我往北京扎。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堵机了。这都，我听了都新鲜，这词儿不新鲜。哎，对，堵机了。哎呀，全中国的飞机都往北京飞。哎呦，不不不，查那儿了。哎呀。哎呦，飞不动啊！啊，对对对，是飞机上那个电扇啊直转，我还电扇呢，飞不动啊！你直升飞机螺旋桨，你甭管怎么回事，这这，反正都查那儿了，查那儿。开飞机那个生气了啊，要不去呀？飞行员，哎，把窗户摇下来啊！哎呦，跟那个还聊天呢，还聊呢，哥们儿啊，你能倒一把吗？对。说是飞机吗？这这位说了，嗯，你听说过飞机往回倒的吗？哎，你听说过飞机有堵机的吗？啊，我先过行不行？啊，凭什么？不用了。凭什么？我这还低了一个呢。哎呀，我这上头还驮一个呢。行啊，不一样吗？这俩人容易吗？嗯，不都是听戏吗？听岳不群唱戏。啊，三天，啊，我也去。哎，再有三天全掉下来了。那这样吧，你找那个超人去。干嘛啊？找超人给咱给疏通一下这个交通，行不行？没听说过。别废话，愣走吧。哎呀，都上北京来了。是是是。上海戏迷朋友，火车坐不上，啊，飞机坐不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，啊？大轮船。人家老家到底是哪儿啊？大轮船。对，哎。就是大轮船。哎，这好好的。哎，轮船的轮长吓坏了。轮长，哎呀，怎么这么船长宝贝儿，断字儿都不会断了。船长吓坏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啊，都要去干什么呀？我们要去北京听岳不群唱戏。啊，三天。我也去。你说这美的，我也去。可是大轮船坐不上。哎呀，大轮船，人太多呀。是是是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一家人呢，坐那个木筏子，太就是孙悟空那个啊，让让，哎，坐好了，往水里一扔啊，全家人站在上头，往北京划。哎呀，小小竹排江中游嘛，这是边划呀还边嚷嚷呢，还嚷嚷啊，三天，三天到得了就不错了，高兴啊，高兴，哎，是是，实在是坐不起这个木筏子怎么办啊？坐不起木筏子，你等等。连木筏子都坐不起，就别听戏了。爱好吗？穷矮的就是。对了对了，哎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家里有大木盆，往水里一放，往那个大木盆里头一蹦，弄俩擀面棍儿，唰，干啥？哎，往北京划呀！哎呦，好家伙，这是上海，是山西，山西戏迷朋友太多了，哎，也不少。火车坐不上，哎，都拉没了。飞机坐不上。大轮船，哎，那儿有轮船吗？不通，废话，又差点说漏了。不通轮船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窜天猴，嘿，
窜天猴。对了对了，哦，绑炸药。哎呦，朋友们，下回你要去某一个目的地的话啊，绑这个炸药的话，我告诉你怎么着，不能绑多了，绑多了呢容易崩过了。哦，绑少了，绑少了崩不到。你像你，你就别绑，我就不听戏去就完了，直接给你炸死了就。别装了，起不来呀，甭来这套。你都能驮飞机似的吗？玩起来，飞机你都别上，你上飞机，你坐这等，飞机都歪歪，知道吗？您别废话了。好家伙，窜天猴，往北京奔啊！瞧这么美，这是咱们国内。哎呦，简短截说，外国啊，日本。哦，提到日本了。好家伙的，哎呦呦呦，戏迷朋友太多了，也听京剧啊，要听岳不群唱戏，大三天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火车啊，它通吗？不通。我都欠这句话是吧？轮船，嗯，坐不上。哎呀，因为好多木盆呐。哎，难怪堵那儿呢。是是是。哎，但凡有轮船，一个轮船就全跑了，全国人。那可不堵轮了，堵轮了。哎呀，大飞机过不来。是吗？咱这儿都堵着呢。就别凑热闹了，哎呦，根本就过不来。那怎么过来呀？怎么办？嗯，窜天猴啊，崩不到啊。那你管那个呢，绑上再说呗。绑多少也崩不到啊。你怎么了你？热气球。哎，全家人钻到热气球里头，一人背一个氧气罐，这还把憋死。哎，一松手，走你往北京飘。哎，这张飘啊，对了，这控制不了方向，飘着飘着坏了，风向变了啊，给他们刮南极去了。那也没办法呀，你这玩意儿你不管人家了，我管得了吗？都上北京来了。哎呀，北京地方也不大啊，咱实话实说，是，可是怎么样，旅馆住满了，饭店住满了，酒店住满了，全都是人。哎呦，大街上人头攒动啊。哦吼吼，人太多了。是，这帮人没有带被子怎么办？白天多买报纸，到了晚上他盖，晚上盖报纸睡大街。冷啊，冷啊，我作为当事人我得去瞧瞧他们，买点水啊，买点药啊，是不是去瞧瞧他们？你慰问慰问啊。姑，你看好多人呢。哎呦，他们还聊天呢。是吗？大哥，大哥，你是哪儿来的？聊聊吧。嗯，西藏。嘿，那地方有听京剧的吗？有有啊。什么叫有？你呢？嗯，新疆。俩人非得打起来。咱就为听岳不群，对不对？人家唱戏啊，三天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我太高兴了。是吗？我过去想跟他们聊天啊，低头一瞧，那有一老头。哦，岁数挺大了，哦，花白的胡子，嗯，赶紧去问一问，聊聊天儿。我说大爷，您是拉登？哎，哎呀，您这是太拉登出事以前的事了。当然了。哎呦，我说登哥，登哥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您不害怕不时吗？啊，没事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嗯，小心点就行。我就为听你唱戏。哎呦，不是，那您是怎么来的呀？啊，山西蹦来的。老脾气还是？您一直在山西待着了吗？是吗？嗯，啊，您直接蹦到北京吗？我蹦到河北了。哎啊！我装的少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是步行来的。哎，跟他们一块来的。哎呀，我心里感动啊。是是是，我太感动了。嗯，赶紧找经理啊，争取啊早点开戏。哦，提前。其实不行啊。啊，说是五六天嘛。哎，对不对？咱就五六天。是是是，简短截说，一直等到开戏的当天。嗯，离开戏还有四个钟头，底下全都坐满了。我提前都入场，座无虚席。哎呦，全都是人呐。嗯，离开戏还有三个多钟头啊，又来了500多位。来人了，要买票。哎呦，让人买票，买票，买票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，买票。哎呀，经理出来了。是，没票了，没了。要想买票啊，啊，也行。哎，咱只能啊站票了。哎，站票。对了，怎么站啊？这个剧场啊是有空隙的。哎，哪儿空着就站哪儿。
哦，就站着听。对了，哎，这站票多少钱？1000，不论前后排，一律1000块。这么黑呀你？离开戏还有2个多钟头啊，又来了300多位。又来了。买票，买票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，买票。经理出来了，没票了。实在是没票了，要想买票也行。怎么样？咱只能啊蹲票了。哎，什么叫蹲票啊？这个蹲哪儿？蹲哪儿啊？这怎么蹲？蹲哪儿？这个人呢、啊、都是上宽下窄。哦，这俩人往这一站，中间这儿还有地方，这人往这一蹲，挺好。蹲票。哦，上宽下窄是吧？对了，这人往这一蹲，站着这位高兴了。啊，呵，太好了啊！这个茶杯有地方放了，哎，肉茶筋儿这是。嘿，您等等，嗯，就这蹲着这个多少钱？1000呢，不论前后排，一律1000块呀、啊。离开戏还有1个多钟头，是又来了100多位，买票买票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，买票。哎呀，经理哭着就出来了。好嘛，几位啊，实在是没票了，要想买票咱也行。你这还有主意？咱只能啊，趴票了。哎。什么叫趴票？趴票，嗯，哪有地方就趴在哪儿，这怎么话说？由打最后一排匍匐前进，趴到这个座位底下。哦，这椅子底下是空的。对了，哦，来到头一排，趴过来了，趴过来了。哎呀，坐着的这位不高兴了。怎么呢？怎么回事？我认识你。我认识。土行孙。这哎，什么饭多了这？怎么从这儿钻出来了？趴票。那什么，大哥，我买的是趴票。你买趴票不行吗？啊，我的脚放哪儿啊？没地儿放脚。您呢？您就放我脑袋上吧。啊，放我脑袋上。这你说的啊？哎呀，行，走你。哎呀，哎呀，踩上了，受罪了。刚踩上，趴着的这位扒了脚脖子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您先挪开一下。干嘛？我喊个好行吗？哎、这啊，喊个好。不是，这还没开戏呢，你喊什么好啊？是啊，不是。我怕我他妈活不到那会儿。哎呀，自杀来了！行，答应你。真难受。好了，再瞧这位，好。哎呀，哎，这怎么了？又踩上了。哎呀，哎，这趴票多少钱？1000块呀。这受罪呀、啊，1000。当然了，离开戏还有40多分钟啊、又来了24位，带着刀子来的啊，不让我们进，我们剖腹自杀。哦，这日本的朋友赶到了。买票，买票！经理出来了啊，实在是没票了啊！要想买票啊，找什么呢？这是？哎，怎么了？也行，只能掉票了。哎，什么叫掉票？这个剧场上头有8个电扇啊，一个电扇3个扇叶，3×8=24个人，正好啊。捆的电扇。对了，哎呦，赶紧打发人去买绳子，绳子买回来给这24个人挨个就绑好了。哎，不，您等等吧。嗯。人家就这么吊着看，多少钱？1050。这怎么还多50啊？绳子钱呢？你们是一点儿不花呀？那当然了。哎呦，绑好了，马上就要开戏了。是，有16个人骂街了。怎么有骂街的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他看前头，我们看后头啊？哎，这什么话呀？你琢磨，这个电扇呢，3个扇叶，1个冲前，2冲后啊。嗨、哎。那16个人他看不见呢，那冲后头呢。我给他们出一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把电扇开开。哎，你可太缺德了你。慢点转，一挡。哎呦，不要快了，快了容易脚在一起。哎呀，容易脚死。哎呀，这，嘿，马上就要开戏了。嗯，我高兴啊，赶紧化妆，穿衣裳都弄好了。是，头一出戏啊，那叫。武家坡，哎呦，还想起来了。武家坡是，其中有一句“一马离了西凉界”，就这一句啊，响彻云霄，这特别好听，碰头好啊。当然了，就这一句。当然了，我给你来一个原音重现吗？您啊，在这儿来一回，我唱一回吗？好啊，太好了，求之不得呀！您来，我们听听。现在就来啊，一定是不错呀。不废话了啊，您来，“一马离了西凉界”，咱听听。我是这么唱的啊，肯定不错呀，一马。西凉街，哎呀，就这么一句，就听台底下哗，这是好
喽。这个骂街呀、这还不骂街呀、骂着街就退票去了。这是你们不懂，不懂什么叫京剧，不懂什么叫艺术。哎呦，你还别说，真有24位没走，爱听掉哪下不来了。